吧？没有，不是吗？前面的跑掉了，那还在跑。前面怎么了？急刹车吧，你们车要先赢吗？还是前面的急刹车？前面急刹阿嬷。啊，那是我们区的，那是我们区。你说那个阿嬷是不是？是啊。花衬衫的是不是？对啊。 要不要吃？快一点！你要不要吃？你也看看。然后没事，没事。好。那我就走了啊。掉了，没办法跑掉了。难道不能跑到脚吗？ 有办法赢吗？太靠边了。他到底干嘛急刹啊？哇！他停在那边这么久。哇，你脚有受伤。那个手机线路。那你车可以打一下方向灯吗？打一下方向灯。 Как круто, блядь. Слушай, это не засняло все, классно. Как засняло? А? Че красный свет этому идиоту, блядь, куда едет он?